吼，那真正予咱的乡亲时代，咱的长辈食了足甘心啦吼。啊嘛，伫即个过年的时阵啊，送予大家大吉大利、吉祥如意哦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啊，即、這个吉祥话吼。啊，伫即我相信咱的长辈时代吼，咱行出来参加咱的长青食堂还有关怀据点，对咱身体的健康真有帮助，啊，佮予咱终身学习，学习终身啦吼。咱这边呢，用咱的公益彩券盈余的这个基金哦，啊来吼购买在无国甘啦吼。所以我伫遮呢吼，真感谢吼，啊，咱的公益彩券所有的委员对我们所有社会福利也大力的支持。所以今嘛呢，咱为今仔开始呢，特别甲咱吼所有啊，啊做无国甘生活，咱每一个长辈时段，予因接到这个无国甘，感受到吼，咱对因的关怀甲照顾，予因的感受到吼，这个温暖吼，啊嘛足甘心啦吼，啊马上予因吉祥如意。长青食堂的那张县长任内哈啊，快速哈成立非常多的一个长辈都共同有一个用餐的地方哈，好让各位时段哈对着这食食唔免烦恼哈啊，今仔感谢咱县长哈，来针对咱这个长者来上着这五谷工诶，这个好让各位时段哈，但这个年节有一个好的一个吉祥的吉庆哈啊，买晒间接照顾着咱五谷工诶一个农民哈啊，直接感谢咱管理。